我看今天等会儿，我把它灌上。这是咱们折叠手机，咱们公司独家代理的，拿出来。啊，这就是折屏的啊，我再往下来。来，这吧。看了啊。柔宇，折屏手机。像挂个大牌啊似的。折一下，往我这边。打开这个是个大纸板的一样。有视频。好好弄，好弄，我这个视频，我这个你真人秀，你让我，你让我上下镜。把视频洗完了，洗成人机。今天有什么好说？你在未来照相当中呢，我们都知道只能自己看到对方，而我们这个照相呢，可以对方和我同时都可以看到这个照片。你试一下，我看看。啊，都试了，都电脑。我看看能不能看见。再折一下。你自己能看。我就害怕这个，我们领导操作技能不行。怎么可能？看看你呢。啊，看看你。这边看见你了。这个手机照相的时候，两边都能看到啊。折叠的柔屏手机。啊，这边是黄姐的，看这边呢。翻面也是呗。哦，这边也能看到。哦，挺好，两边都能看到。别人要是说你照的不好，你说你骗了、卖了、挣了，挣好了。他的像素是多少像素啊？千万。